周末假期又搁要到了，为着要让民众来到北港朝天宫拜拜以外，也会当伫北港来佚佗。经济部中小企业处就特别伫八月二十六甲二十七号这两天，伫北港商圈来举办促销活动。那是邀请北中南知名商圈的特产来遮展售，有精彩的舞台表演，将要带领民众来感受全国商圈的多元魅力。这小烫烫拄出炉的包啊，是来自台南的第十美食。想要试吃的民众，只要伫拜六礼拜这两天，小少来北港铁佗，那有机会食到全国各商圈的第十美食，阁会当用犹太的价格买到各地的特产。我每一年都拢全国有咧巡回的展售会，啊，今年我邀请咱全国各地商圈啊来明仔后日两天，这个拜六礼拜来北港一日小旅行，啊嘛会当两。一天两天就会当走遍全台湾，因为所有的商圈拢来一家，美食好吃好玩拢总来一家，让他把北港会当搁甲发展出去。咱不止文化宗教，吼，咱嘛带动着这周边而且商圈的经济。主办单位也特别策划精彩的表演，加一口竞标的促销活动，让民众用亲身的体验来感受一乡一特色。这届活动吼，有替咱。咱地方的特产吼，来做迄个一元起标的活动，吼，啊嘛将外地迄个产品嘛，用这个方式吼来呈现，让大家来了解讲咱全台湾性的一乡一个特色的那个地方文化，全部在这边一起展现出来。那么邀请迄个咱北港这社区的社区发展协会吼，包括北港特色的那个电音三太子，都有在这边吼一起呈现出来。即届受邀来到北港商圈摆摊的厂商，也推出学生囡仔摕一百分的考试单换包的活动，来鼓励因在新学期也会当继续努力读册。我们从安平哦，我们就是说我们做手工的包子，那我们就是说来到北港这边，那我们欢迎就是说全国的国中小学生有没有？那学生本人拿月考的考卷来过来我们这边，那我们就可以换他免费的手工包子，鼓励学生就是努力的读书。这个礼拜假期，欢迎民众来北港铁佗，大家哪吃哪耍，丰富的在地特色，就等大家到店来感受。记者陈依伟、胡宁采访报道。